同個仔梗係結咗婚啦，有細路添啦，喺廣華醫院出世噶嘛，搭巴士啊，搭地鐵噶，好撚貼地噶。好啦，唉，我真係屌你咁撚柒都有嘅，屌你老味。唔係你要學唔緊要，但係佢真係你咁樣佢話我呢個就係我學嘅原因，佢咪真係認同政府呢一個舉措。嗰十年八年前環境好，中國好實力好雄厚，啲人講乜嘢？我們啊，遲啲定啦。英文我們也不用學啦，佢什麼？因為外國外國人啊，他們都要學我啊，我們中文學普通話。屌你老母，喺英文你都唔使學，因為人哋學普通話啊嘛。然後你而家屌你老母叫我學翻阿拉伯話，即係點撚樣啊？究竟東升西降個東升係邊度東啊？原來中東個東啊！屌你老母閪啊！好啦，李桂華咁啊，李桂華咧即係呢個國安警司咧，即係正其名先啦。李桂華咧就應該係國安嘅總警司啦，再唔係警司啊，唔係咁濕鳩。咁啊，今年咧係警隊成立180周年。如果用咁樣嚟計就計警隊成立180周年啦。但係27年啫嘛，我覺得。你個警冇啊！特區咪27年。呢個警隊，我覺得係而家呢個警隊啊。1997年開始啊。冇啊，冇，我都唔會計得咁似啊。我諗由10年啦，2014年計啊。嗯。啊，好啦。警務處琴日出版咗咧呢個香港警察守城故事嘅特刊，訪問咗嚟自6個部門、18個唔同職級嘅人員。當中包括國安總警司李桂華咁講喎，嗱呢18名警員咧都係嚟自唔同職級，強調背景唔同，但係抱負係一致嘅。當中包括多名嘅警隊高層，好似呢個警務處副處長周一鳴啊嘛，佢都引咗周一烏喎，屌一鳴烏夫個烏喎，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刑事同埋保安處處長葉雲龍。警察學院院長陳以麗和我們一哥蕭澤怡大談投身警隊的原因和任職時的難忘片段，最難忘就是早幾天那條粉腸咯，說他屌你咩回歸的時候瞌著了覺嘛，那個女人樣啊瞌著了回歸啊，睇唔到嗰個回歸一刻啊嘛，第二朝起身屌你老母，屌鳩佢老豆啊嘛，唔撚嗌醒佢啊嘛，嚇話喊撚成招啊，幾撚淒涼啊，係咪？好啦，咁啊，當中蕭澤怡喺訪問入邊提到警隊近年遭到抹黑，佢話認為應該俾市民知道警隊其實付出咗好多，與其任人以訛傳訛，不如自己講清楚。以前嘅方言講多幾次會被當成真。現在是真相不去解釋都會被誤為假，不過目前情況改善了，對於假新聞真抹黑我們很快有回應，真的改善了，你不信你嗎、啊、你快回應那些人被你打是假的，不是、啊、你會越回應那些人是越生氣、啊、製造公關災難是吧，你好好我說不好聽，好像北角那件事查都調查報告都未出來、啊嗯、是吧，你哋回應曬咯喎，合情合理喎、嗯。好啦，特刊亦都訪問咗國家安全總警司李桂華啊。嗱，李桂華嗰個訪問個文章標題係無懼任何恐嚇施壓，國安大員盼環石點頭，無懼任何恐嚇施壓。咁啊，即係講可能啲市民恐嚇佢啦，匿名嘅。或者國家啦，即係美國啦，因為點解啊？制裁你啊嘛！國安大員盼環石點頭，咁環石係講邊個咧？嚇、啊，係講美國啊，定係講嗰啲辱罵你嘅市民啊？李桂華1994年加入警隊，我要計下數先，30年前，佢今年59歲，即係29歲加入警隊，佢都算遲嘅。咁點解咁遲啊？撈唔撚掂啊！出邊係嘛？90年代都撈唔掂。咩啊？90年代好少人。咁咪柒咯！唯有個個都攞掂嘅喎，陳咯，阿豬阿狗都九點升天喎。90年代好撚多差人嘅離職啊，係啊，一出嚟好環境啊嘛。最嗰時啱啱佢移民潮咧，要上位好撚容易喎。係啊，咪陳咯。好啦，96年擔任機動部隊小隊嘅指揮官，之後喺唔同嘅刑事部門
任職，例如刑事調查科、警區的重案組、新界北總區刑事部聯絡事務組、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咦，哇，他都好諗得二三四五六六七個部門喎，所以個個部門。你做咗30年啦，國安就呢幾年做咗啦，即係做咗廿三、廿四、五年，做五六部，即係各部門都係踎幾年嘅喎。OK， 好啦，咁啊為人熟悉，當然係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啦嚇、啊。當其時做有組織及三合會調查科嘅高級警司，因為經常出席警方記者會咧，就為人熟悉。但係當其時咧，其實佢已經55歲㗎啦，但係當局就延聘繼續請佢。2020年更加獲調任國安署任高級警司，去年咧就升任呢個總警司。OK， 好啦，即係命運嘅嘢啊，好撚慣啦。你話如果當其時你警隊唔延聘你，你退休咧，反而冇今日呢個風光喎。OK， 好啦，佢話咧當日加入國安署冇半分猶豫。佢話當其時咁嘅情況，能夠加入維護國家安全嘅隊伍係光榮。他認為國安處的工作性質和過去的刑事偵緝崗位相近，只是對象不同，以前是打傳統的違法者，現在是專門對付反中亂港的罪犯，是保護香港、守護市民。這個是你們的說法、okay？ 老實說，怎樣反中亂港是你們說的，這些市民極其量，我不要說屈那些，就是犯法，你不是拘捕人。老實講，呢班係政治犯嚟㗎啦，好清楚㗎啦。點樣反中亂港？喂，而家咧香港變成咁嘅環境，你諗下呢班反中亂港嘅黑暴，正正喺2019年、2020年反中亂港嘅時候，香港嘅樓價幾多錢？香港經濟係點樣？外國人點樣睇你香港？你唯一其實就很簡單嘛，有人覺得沒有面子，為什麼會這麼亂？怎樣反中亂港啊？你扣了這些就帽子犯法，你就拉夠他咯，保護香港，保衛香港，守護市民，屌你只看投票率的民意在哪裡咯，外國勢力就拉夠外國人咯，同佢斷交咯，咁撚冚家產，第一時間屌你走入美國領事館拉人咯，外國勢力啊嘛，亡你之心不死啊嘛。好啦，李圭話，佢話：喂，記者問佢，成日出席記者會有冇壓力？佢話：有乜壓力啫？我唯一嘅壓力就係擔心自己準備嘅資料係咪足夠，解説係咪到位，係咪會被中傷或者誣衊。這一點完全不在我考慮之內。他說好像黑暴期間我在街上被人無端辱罵，不過我堅信自己做事光明磊落，何懼之有。哇，大英雄本色，好厲害，辱罵你鬼認到你，說得出來、你說什麼鬼認到他嗎？無緣無故屌死他。喂，老實說，除非你穿著他制服，老實說現在我在街上都未必認到李桂華，就是笑吹水。好了，他說在工作最難過的時刻，他就說是在辦案的時候見到年輕人被線脈後犯法，會為他們感到難過和不憤，認為年輕人的燦爛時光不應該是牢獄中度過。我屌你老母，不要說這些啦，屌你老母。喂，如果是這樣的， 我真的想看看現在，即是那時候那個什麼7月1日那個什麼，現在經常給你們做那個叫做什麼名字，歐陽英傑是啊，誰而已，星舌而已。歐陽什麼啊，是即是7月1日那個啊。喂，我又想看看他出來之後呢，即是可能還有三兩年啦，他有什麼對待。喂，你動一下，老實說簡直是剝奪政治權力中心。喂，梁天琦現在去哪裡啊？有沒有什麼消息啊？有沒有公司敢請他啊？我想問，屌你老味！哦，唐英傑啊！唐英傑啊，係啊係啊！我痛恨嗰啲利用年輕人易衝動同埋充滿激情嘅特質嚟誘使佢哋犯法嘅人，自己置身事外。你講緊邊個？你講緊乜嘢人？屌你老母，係有邊撚個去利用年輕人易衝動同埋充滿激情嘅特質
咁撚容易利用啊！你諗乜？你個政府都利用唔到啊！你睇下嗰陣時，屌你包括左校啊、鄉島啊、勞工子弟啊，喂，嗰啲同學都出嚟屌你老母閪，仗義榮光啊，做人面啊，手扣手手扣手，邊撚個利用邊個啊？屌你老母！你真係講講下講到自己信得埋啊！你唔好話跌咗班頸，誒嗰啲唔好講添啊！佢話。俾國調任國安處之後唔夠四個月，俾某個財政部制裁。佢話：我一笑自知，因為已經預諗咗啊。唯一令我不禁失笑嘅就係、是、一個國家淪落到要用啲咁嘅卑鄙手段嚟打擊別國，就係佢哋咧執法者維護法紀嘅決心。你中國都用呢招咯？中國用呢招用得最常。好啦，佢話。能夠為維護國家安全的事情出一分力，就算刀山火海，我當仁不讓，區區制裁對我冇半點影響，我夠膽更加夠膽講，對整個警隊都冇影響。從不斷有同事申請調離國安處，大家無畏無懼，就可見一斑啦。屌你個尾嗱！嗱，我一講呢啲，我自己都即刻要咳啊！係咪有好多同事？申請嚟咧，就真係你講嘅啫，啊！咁我亦都唔排除有嘅，喂，容易上位啊嘛，屌你都做咗總警司啦，啱唔啱啊？好啦，另外，琴日咧，中西區區議會咧有個委員會，咁啊講緊呢個關注呢個黑的事件啊，咁啊個別委員咧，我一睇佢逐個 call 出嚟喎，哇！全部又委任。即係啲區議員個組成嘅，哇！又係委任嘅，又有啲係文仔文記嘅，全部都係，唉！我都覺得不如唔好撚搞啦，直情索性取消埋區議會佢仲好啦。咁佢哋咧就逐個逐個都有講話遇過黑的 ，OK？ 咁呢個世界香港地黑的係好撚多㗎，老實講。但我真係冇乜點遇過喎。我又不明白點解我哋成日啲網友咧都話俾人兜路啊，講粗口啊，咁肯定係有嘅，即係影都影到出嚟有啦。但係我真係冇乜試過喎，屌你咁撚奇怪啊！即係我網友搭的士個頻率高係啦。譬如我上新車，啲司機就問我啊點行啊？咁我哋總共咧點行咯啊？所以冇嘅好少嘅啊！又或者佢見到我屌你咁點兇神惡煞咁啊，瞓得是咩啦？好啦，咁啊呢啲咁嘅柒頭咧，個個都話遇過黑的，屌你咁啊取消的士咯！其實你哋搞咁多嘢做咩啫？的士玩緊完㗎啦，即係而家揸緊的士嘅朋友咧，大家都要走去執生㗎啦，係嘛？因為而家我哋喂市政報告都話要講咩低空經濟啊嘛，係好撚多講十四，屌你又冇乜撚到經濟。屌你老母！你唔好講，我唔同你拗呢樣嘢，低空經濟先。你做出嚟俾我睇。喂，屌你老母！賽馬又話經濟，我都話最好噶啦。屌你，做雞經濟咪得咯，唔好扮嘢啦，煲煙講咪得咯。香港做雞經濟啊，點做仲唔過以前東莞同深圳啦、啊？唔係喎，因為而家東莞同深圳借咗啊嘛。唔係啊，你香港你試下，你真係識唔識搞嘅？你俾我搞啊！屌你老味閪！哇！我香港我話俾你聽啊，即係股市重新再上。喂，嗱。我一定不會影響個市容，OK， 大家很有默契的、啊、有雞叫有冇叫，啊，夠自由可以煲煙飲酒，哇，烈酒又便宜了，貴價烈酒又便宜了，紅酒又便宜，喂，而家還諗你咁撚靜啦，屌你老母閪，喂，同嗰啲業主，嗱、啊、啲業主係有個困難嘅，佢唔肯平，有陣時唔肯平都要平噶啦，租金，嚇、啊，緊有啲肯平噶嘛。喂，唔好傾租啦，屌你傾抽成啦，搞旺個場去先啊！屌你點會冇啫？跟住屌你啲外國遊客鬼佬嗱，今次我翻嚟香港嘅話，同大家講講，我老婆都呆撚咗，機場啊，即入境啊，10%，我覺得喺50%以上啊，係歐美來客遊客嚟噶，係啊，50%啊，係多咗好多，唔係中東喎、啊，歐美嘅喎、啊，啊喂，屌你老母，你有煙食有酒飲。有女溝，跟住有錢賭，即係股票啊、馬會啊，
爭個賭場。屌你老母喺你驚冇人嚟？唔係啊，其實應該要諗開賭場嘅。啊，你驚冇人嚟？屌你老母，仲要扮得曬嘢啊！哎呀，我哋唔得唔得，而家係窮閪嚟㗎啦。包括嗰啲屌你老母睇緊節目嗰啲為道之士啊，你而家仲以為以前嗰啲皇帝女唔優㗎？屌你老母咩柳龍港啊？嚇、啊！屌你老母養大個女都要做雞啦！第時你翻裝，你以為你而家自羅變神道好撚威啊？屌你老母個女，屌你老母做讀聖事提反，屌你老母嗰間心栽培佢，屌你老母閪七歲啊！屌你鋼琴六級，屌你又跳芭蕾舞，皇家芭蕾舞學院，屌你老母閪六十歲唔夠啊，同佢行撚埋你間歐洲，佢大個咪係做雞咯！屌你老母！喂，我一啲都唔會睇唔起喎，因為點解啊？喺五六十年代戰後啊，特別係啲水兵美國水兵嚟到嘅時候啊，我哋香港啊就有好多我哋啲阿姨啊、auntie 啊，就係做芭蕾啊嗰陣時。嗯，好撚辛苦揾命搏嘅大佬，條撚咁撚大粒鬼，真係！屌你老母閪，就係做芭蕾養大我哋嘅，屌你老母好撚多！你老母閪，你而家咁你睇住條路係死鳩緊噶，我冇事啊！我日日喺度喊驚，屌你老母辛苦啲咯，拖日屌都拖啲貨翻嚟賺幾蚊幾蚊一包麵咯，賣唔到屌你老母勇從大又係嘛？我哋生存能力好強嘅，咁但係你香港何去何從先？你真係要搭噶嘛？我屌你老母點解要俾三萬蚊一尺樓嚟咧？兩萬蚊一尺咧？你話好撚平？喂，去深圳屌你老母幾千蚊尺啫喎，喂都爭好遠喎、啊，喂深圳啲人都覺得貴喎、啊，幾千蚊尺、五千蚊尺，譬如都同你香港爭幾倍，點解你要貴過深圳先？啲人成日話：，佢、係啊，而家一定要搞到一模一樣啊，咁先有得玩噶。點樣一模一樣？未去到一模一樣諗咗啦。你淨係睇啲撇帳，又一重新估值，根本屌你諗全部冚家產。好啦，嗰、那個的士牌而家講咗幾次啦？冇人講佢牌，兩嚿啊，夠八啊。差人有出席呢、這、一個啊中西區區議會嘅。就叫啲呼籲市民千祈唔好放棄追究啊！因為你哋唔追究咧，或者就咁打個熱線咧，嗱、啊、我哋冇人證，我哋都做唔到嘢噶啊！而家已經係扣分制噶啦，等等等等，好啦，咁我都認同嘅，唔好放棄去追究咯。但係就唔係你咁樣講咧嚇，屌、啊、你下下要即係、就是、要市民，即、就、係、是、有陣時有啲人咧，有啲市民咧，我同你講啊，好撚興都好，佢咪費事麻撚煩。佢未必係報串嘅，方蛇嗱佢話明啊，因為嗰、那個啊，即係用即係放蛇嘅資源要多啲啦，就唔未必能夠放到咁多蛇。咁我諗都係啦嚇，你而家一個屌你攬收車只扣十分啦，佢再入五分啦，兜落三分啦，屌你，其實兜落最危險嘅，點為之兜落？屌你老尾！講真啦，啲夕陽行業，屌你老，喂，屌你老，你呢班咁嘅議員，垃圾議員，竟然話個區啊，成日都有啲特別多呢個黑的。咁多年你班友做過啲咩？唔係咯，你哋做過乜撚嘢？喂，最大鑊就係頭先我話點解啲咩文傑文仔啊，佢哋咪同嗰啲的士商會行下一氣咯。屌講咩啫？啊，休息陣。